7月3号晚，一组小 S 女儿为某杂志拍摄的大片内页照在网上曝光。照片里，13岁的许希文身穿简单的白 T， 搭配黑色西装，长发微卷，气质清冷，颇有专业模特的风范。早前，小 S 曾与3个女儿一起拍摄过杂志照，3个女儿围绕着妈妈小 S， 画风超温馨的说，而女儿们也是完美继承妈妈鬼马精灵的基因，在镜头前展现自我，好不怯场。蒙古佬新闻，小 S 女儿们是越来越好看了呀，不倒。